导演，你要给他什么动作指导吗？好，再看中间，中间。你说，刚刚。那个，我觉得就是快要30年了，然后第一次在台湾有演员相关的奖项入围，然后真的非常非常高兴。对我来讲意义特别不一样，是因为今天这个中山堂就是人面鱼黄雅慧弹钢琴的那一个厅，弹魔王的那一段，对对，就在现在所有媒体朋友的坐的位置，那个钢琴就摆在那里，黄雅慧就在那里着魔的啊，好可怕。所以那时候我们拍的时候，灯会一闪一闪的，你看你们现在的 camera 是不是在闪？对，好，慢慢转嘛，你就自己转的。摇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好，回来看凯哥。来左边，再看中间，来看一下大会摄影中间。好，露背了哈。左边，左边。好。你们两位的手机可以解锁吗？试过了，还真的试过。秋子稍微后退一点点，后退一点点，对对对 ，OK， 好看左边，左手边，好。好，接下来看中间。好，也转给我们右边的朋友看一下，转对，转另外一边，转另外一边，对对对，给这边的朋友拍一下。好，再看中间哦，两位的中间。好，再看右边，可惜的右边，珠宝。好，左边哦。好，因为颁奖典礼快要开始了，请各位加紧脚步拍摄哦。好，请视线一致看中间，中间。